接着再来请教您一下，因为最近呢有听友哈问问讲，这素称讲优素，应该那一包叫什么？就是有一个优素肥三号，哇，老师你有印象吗？那是做甜的，嗯，做甜的哇，那三号就是那个三号嘛，嗯，那个三号的这个部分，嗯，就是这罐。哎，欸，对啊，优素肥三号做定的这部分，以这跟我们一般的这素田精，哦，就是这两者在使用上到底有没有什么差异，还是说其实它用这个用那个都可以，因为几分钱几分会，哦，那么，这个东西在用的时候很多，哦，就是说我们好朋友呢啊，应该爱小来改这个了解掉哈，就是一些差别就在这个吸收哈，一些这个这个啊吸收的这个这个效果哈，这些肥料啊，比如讲像咱咧用的这个德国的这种哈，这个素田精哈，那么以及来对它这个东西，其实它就是诶素田精的是咱的一个 K40，那么它的氮不也钾也不多，它其实就只有25%。那么有一点点氮，这个氮呢最主要是硝酸钛氮，买给它容易吸收。那么然后还有一个镁啊、硼啊、锰啊这些，那么以这里面当然这些营养的这个成分以外，就是说它有比较高的这个钾，那比较高的钾这个再来就是心很重要，以所有的这是完全的这个这鳌尔态的这个这个微量元素，所以比如说你现在在做甜，你就不用另外去补这个微量元素，大概这个东西应该是有办法来做一个这个完全的这个补充。那么最主要的这个原因就是说，这个这种东西素田精，这是专设计在这个叶面上使用。我说不然我要罐头，罐头感觉效果更好，啊，这个东西呢其实，不太建议的，因为这个东西它这个设计，啊，那么就是页面为着要改善着叶面的这个吸收哈，这间公司上厉害的这个所在，好，它在德国哈，这个所有的这个高手林立啊，这啊哈这间大间公司拢因公司咧大工，你就知影讲，伊即内底哈，啊那伊大工什么物件？大工其实就是提供伊一寡较特殊的这个湿润剂啦，哈，这种界面活性剂一个。有这个缓冲的效果，有一个这个，伊去改调配出来一个，伫页面能够帮助吼，这个表面上容易吸收，所以你甲看伊出来，敢那袂个高嘞，吼，这种素田精这种物件吼，所以伫这个较无讲真环境真好的时阵，什么叫做环境无讲真好啊？比如讲这个阴雨天，比如讲像这个乌阴啊无日，还是讲有一点啊，这个特别寒害啊，咱希望讲伫短期间内底。啊，也当大量来个这个吸收，哦，大量吸收啊，这个底啊，但是底后边一就算大量吸收，它能吸收多少？其实是真有限，但是底这个期间，咱会当真快速哦，很快哈，去个补充掉。所以这目的是安尼哦，所以你那是个纯粹看伊的迄个比例的时阵，其实它那个量就那么一点点，那1%啊一两公斤，然后就这个。1000杯、哦，但是最主要就是说你本地后面它很容易吸收，哦，那为什么它很容易吸收，哦，因为它是一个这个电荷的一个平衡各种的一个这个设计，所以，包括它在这个所有的这个东西这种，这个鳌尔态，哦，所以呢它的这个微量元素的有效性上高，再来就是说有这个抗蒸散剂，哦，这喷起了那个水呢较不打那样，啊，你知道，哦，在后面这个肥如果是喷起打起肥水若打去，伊叶啊都袂食，掉伫这个叶面，掉咧就无效啊！啊，落落土卡吼，多多少少还有点效果，掉伫叶面就无落吸收。所以伫叶面爱有适当的一个这个湿润的一个这个效果，然后个一个就是适当的这个 pH 值，也要一个一个载体啊，有一个载体，然后有好多复杂的这个很均匀的一掉伫这个做不的这个表面，那么这个素田精。啊，这些东西咱这个胶体肥料，这一系列，这系列里面呢，它的这个特色是在这个所在，所以这是专门在这个叶面上专门设计，就是真正的叶面肥100%，它当初的这个设计是为了后面专用的，就是要怎么样让叶面在这个不好的环境，在低温，在这个寡日照，在这个强风，在这个
冰雪这种天气里面，又要让他可以适当的一个这个吸收，那么他的目的是在这个地方、哦、所以他的设计是当初的一个，所以你要看，比如说你如果是以肥料来说，那两公斤就不要那样子，很贵啦，对吧？啊，那个哥哥、哦啊、但是很多好朋友用过了呢，这个很推荐啦，这个种芭乐的、哦、那是种芭乐比赛、哦、这可能呢这个东西、哦、这个树田精 K40 这个、哦、那个跟他用的就有信心的、哦、就有信心的、哦、那么他的一个这个因为呢以及看呢一个这个效果呢其实还蛮明显的齁、哦。啊最啊为什么也让你明显啊原因是因为它更容易去吸收。更容易去吸收。这是以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特色啦齁、哦、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齁、哦。所以一些、啊、这个人工的水格啊齁水仙剂以及中这个胶体的一个状态齁、哦。所以呢它就很容易来吸收齁、哦。所以呢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好朋友呢，你在用的时阵哦，这个按进程，咱讲讲叫做龙中兵嘛，哈，那我一个另外一个这个系的，但他们两个是一样的哈，这些物件哈，那这个效果呢，其实还挺明显的哈。那么这个当好朋友呢，稍知，因为食较悬吼，做些这个功能嘛哈。那么有可能就是讲一寡即个色素的即个转运吼，即、哦這个胡萝卜素啦、花青素啦吼，即、哦、种因为即个物件颜色的即个转换，就是讲即个糖类、蛋白质、淀粉的即个会当提高即个风味吼，即、哦、东西啊，即东西即个钾离子即个营养的即个功能，但是伊也会当加几味啊，要能够吃下去啊，即、這个得力是安尼吼，所以即你也当稍来解即了解到。那么另外一个、哦、就是度假工的、哦、就是更简单一点的、哦、这些东西呢这一个这个咱荷兰的一个这种高钾以这个6144应该是这款的一个这个比例，那么它纯粹、哦、这种肥料呢就是一个很单纯的这种含有这个微量、这种就是它很容易溶于水、哦、然后它的一个这个钾的含量很高，但是呢，这种的这设计，当然提来喷药品，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啊、哦。也这个很容易去，也纯度足高哦。所以呢，你用的时阵呢，你发现讲，哎，过来，敢那像有喷，敢那无喷了呢，也足清气性啊。嗯，这个呢，当然就会稍微便宜一点点，因为伊无遐济这样物件。伊的一个优点就是伊纯，就是这个道理而已。其他无什么哈，无什么足大一个，他们其他的一个这肥料比起来。那么以唯一的就是讲，而且德国、这个荷兰他们在设计这个的时候，那么啊，这个纯度比较高。那么以这东西的一个这种的一个设计呢，就是拿来做滴灌哈，拿来做这个叶面也可以，也可以拿来做滴灌。以这通常是有这种的一个目的。那么在有的人说啊，这两种我要怎么去种啊、哦？这对一个较甜哈、哦、啊，我跟你讲，天气那好的时阵呢。啊，这个优素三号啊，这个1500倍哈、啊，这真侪朋友拢是1500倍、1500倍，这种的咧用啊，这个效果就已经觉得很不错了。啊，那是拄着歹天的时阵，你也当家己加咧用，比如讲，我的好朋友呢，伊咧用这个药，他、啊、就是1000倍啊，但是呢，伊一行拢用2000倍，都用2000倍啊，比如讲，我这用一寡这个。啊，这龙中兵这用一寡，为什么变呢？用因为安尼吼，这个加湿润剂啦，加有一点点效果，能够提高爱当干给一点啊，这个成本安尼。啊，其实那是我是建议讲，安尼咧用吼，有时啊，这个浓度较歹杂吼，所以那是简单讲，天气那真顺哦，这个做甜啊，你大概天气顺咧转，这吸收大概较无什么问题哈。那么你就用这个优素三号啊、哦，你若讲即阵啊真歹处理啊、哦，那么风头啊是讲这个天气较不好，那么你用这个啊龙中丁哈、哦，那么这种的这个树田精，这种的这物件，那么伊更加容易吸收，伫后面较容易吸收，哦，这差别伫这个所在，哦，这个、啊话讲安尼个也差足济哈，其实差蛮多的哦，这个两个的差别呢很。吸收的效果差足济，哎，你咧转你就知影，平平你咧，你若总讲，即个你拢卖染其他嘅物件吼，你都
啊，这个一千倍，这个一千倍，你伫厝里你甲试看，哎，转转这个，这边转这个，这边转这个，两种个转个叶啊都无同款。就是讲伊个水掉伫迄个叶啊管顶，迄种形态都无同。你若用过拢中顶个人，你就知影，咱咧转这个干嘛币的时阵，迄转过就是一个安尼，迄、那个水吼掉伫这叶啊顶管，安尼金金迄种感觉。啊、你那是纯粹用这幺四三号，你当然你拿蓝机那粘着剂就好一点点。啊，但是呢，你转过了伊会震。你那是用迄、那个啊，这个助田金，还是咱讲的这种隆中钉，伊也较袂震呢。哦，伊也有一个，迄、那个类似有一点啊，两枚一种好个哈、啊。事实上伊也足复杂的哈。哦人强，伊有一个高分子的这物件，然后改做一个这个保护，所以伊含做物的这個表面会当完全的这贴合。你若其他都无较无这个效果，所以这差别就是这个所在。所以有的人讲啊，我改提来做这个助剂啊，我这个这一点点啊就好啊。当然，你嘛有一点啊，有吼，其实也是可以的哈。你、就是讲，我建议哦，上简单的就讲啊，天气顺顺，你得用。这个幺四三号，啊，那是天气特别顺啊，树田精啊，是讲这阵啊，你都感觉这个长呢吸收较无同样哩好，各样各样，一点啊，无讲该好势。那么用这个，当然效果会好很多啊。就咱就以听众朋友，好，你小做姐姐参考，嗯。